家好，我是林道。今天这一部影片呢，我就要给你们交代一下啊，我是时候呢要去尝试一点新的东西。所谓就是山不转人转，人不转也是要转的嘛，是不是啊？而且拍个影片呢，也给你们分享一下我这一个即将要开始的新的一份工作啊。可是我做什么工作呢？你们就看下去了啦。这个是一些小小的一个生意，小小的一个工作啦。然后，哇，每次开场我跟我讲完我的东西啊，最近也不会开场了啊，进主题了啦。啊，这辆车真的是经典中的古典，是这样子讲吗？版权。想当年刚考到来生，要去先播的人人的时候，就是叫我这一辆战车出去，那个是我的啦，我老豆的。我已经到了我新工作的地方，洞可不可以拿 cam 进去呢？应该不会讲话。我们看这个地方，应该很熟悉的，曾经90年代爱来华伦来这边先播的地方，就是这一间的。真的是几久没有来过的地方了嘞，喂！地方被烧完全没有什么电了啊，我这里的鱼也没有了。我们童年几乎都被疫情冲到差不多七七八八好嘞。不过这些电话店呐、啊，有一些衣服店、头发店跟那种运动的还是有在的啦。哇，连这 KFC 也没有了。以前那边五楼，就是那个蓝色那一边，就是年轻的时候那些小孩这边玩滑轮啊，要跟女孩子一起啊，不认识的人啊，我那种火车拍着一拍啊，这种就是没有沙拉的搂腰线女孩子方式啊，哈哈。哎，我重点将不是介绍这个哦，我找到我工作一部分需要的东西哦，就是这一个鹅胶跟面，是不是很好奇我要做什么嘞？还是要给你们讲先。来到我工作的地方啊，没有错吗？买东西也是一个工作吗？难道不用买要讲座嘞？是不是？接下来要回到去我真正的工作的地方了。然后刚刚哦，里面的工作人员啊，那些外劳朋友啊，蛮可爱的。然后看到我哪天没有讲话，没有。然后跟他讲YouTube 啊，他讲哦 TV 啊 TV 啊，我讲啊 TV TV 一个。哦，麻将游戏。你就是看我工作的地方了吗？呀、yeah. ，一、二、三，切。好啦，就到这边呢，就要卖那么多关子了啦。我来给你们透露一下，我是要做什么啦。其实呢，我是有想过是要开一个经济面道啊。不过呢，所谓我想要卖的呢，就是我想要做一个真正实惠的经济面道，价钱呢能有多低，我就挑多低。重点就是要看你们会不会少挂掉啦。OK， 我给你们看这个人，你们看我的老布，他等我已经饿到自己来吃饼干了。这样期待我煮经济面嘛？那煮饭去煮啊，煮人呐、啊。OK， 现在呢，我就开始先煮一些经济面的配料先了啦。因为我们每次在经济面单位看到很多料的。我想到我家里有应该是鸡蛋午餐肉，然后有煮个炸鸡哦。今天家里的午餐晚餐都是我包的，希望可以吃得过的。当了呢，我顺便请你们讲解。
下，你们记得要把这个影片看到最后，因为到后面的时候我跟你们讲，我打算我要讲座，可能外卖还是我要去哪里开档，所以看到后面就是了啊。拜拜。